哇，看这里边的肉，哇塞，这么多，这样的肉在这儿摆着呢，这是一部分，看一下，哇，还有一个特色，我们先把肉吃完到最后那个。没有想到吧，你跑从快乐跑回来我也追过来了啊，今天说是在吐鲁番，兄弟们吃一个自家院子里边的斩尽的架子肉啊，少数民族自家院子做斩尽的很，反正你安排，走走走走，我都是馕坑啊，对，四个馕坑同时做的，我靠，哇，来了碗得等两个小时，看这里边的肉，哦，哇塞，两三炉子完了都，这么多，这只是烤肉的架子肉在这儿摆着呢，这是一部分，这是馕坑肉，看在下面，现在每天多少个羊，老板现在啥做十个嘛，十个哎，保守了啊！3公斤架子肉，10个那个烤肉，太感激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就是新疆的快乐啊！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没说，哎呀，喂，看你的，谢，这局算打平了啊！我也摆个脚啊，我也摆个脚啊，都是好吃。来，好嘞，感谢，哥，你现在这么红吗？哥，你只能打平那个状态，现在是，毕竟这是新疆，扎个16只啊，甜中带一点点酸涩，换个试一个，感受一下，就往下压去了，压就行了啊。别把鸡子掰断了啊！兄弟，这一个架子能挂多少肉？2公斤，5公斤应该不能够。你这胖哥一个人都不够。鸡子掰好了，马上这坑里面翻了啊！好，架子就翻了。自己腌的这个酸萝卜，还有一个特色，我们先把肉吃完到最后那个。吐鲁番特色美食，超哥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围观过，哎呀，肿了都。那毕竟他今天跟全疆最火的博主在一块来，哇塞，感谢肉串，我这个太棒了，超哥还说有呢，好的，只要马看到框窗，这就是撩。来个馕坑肉，这个看着更香一点。来一块这个。哎呦，牙签肉，这是我们的牙签肉，就这么大牙签吗？你大象烤牙的。这块油，赶紧再搞一块，蘸点油。哇啊！哎呦，直接就指挥了，指挥。哎呀，哇！平时我可以吃羊杂碎，吃路边摊，你来了我必须好好的肉给你。啊、我就怕这把吃完你又断更几个月。容易，我跟你说。哇塞，那汁水都爬出来了。哇！看一下。哇！可以，搞一块。嗯。哇！哎呦，你这个吃法是正确，打开馕包肉是吧？是啊。嗯。哇！一口下去，哪里边都冒油，我感觉像没吃过一样，真好吃。再来一遍，没动。人家拿话点着哥呢，喂的你，哎呀，拿了拿了，那就喝吧喝吧。我们以前来这边，架子肉可以拍一个视频，然后单独的这个16只可以拍一期视频，今天一起做完了。真的。好，这个太香了，这是真正的馕包肉，还真是熟了。哎呦，我缺一口，哇！哦，我是真服了。好多人说是假吃过了，我是看了几天，我太厉害了。我要真佩服，可以啊。哦，嗯，伤心了，我没走。超哥还以为是跟他配的，这的确是我输了。人气的确好啊，主要我是颜值主播。颜值。嗯，好吃。哇，豆豆炒饭，里面放那个白豆，没了，超哥，又看瓶盖了。豆没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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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中。下班了。嗯，有好浓的那种花椒味啊。嗯。啊。吃饱喝足差不多行了，啊、我三斤节目现在安排一下，运动一下啊。咱这个节目啊，一说这个来劲是吧？对，下次再来欢迎。好的。反正我们心很。是能感受到，能感受到，环境简单，味道做得好，对，而且特别热情，这才是真正的新疆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？没事赶紧来，欢迎大家都来到新疆，对，嘎嘎的，湖南羊腔，哦，那么肉吃一口啊，烤肉啊，哇塞，我吃这么长时间，第一次见赶客人出去的饭店。兄弟们，今儿这条视频给南方朋友看看北方的烤肉啊！哎呦，我的朋友，今天吃几个羊？今天吃几个羊啊？减肥的时候吃点。哎呦啊！
前菜来了啊，先来点开胃小菜啊。这是属于为数不多的吃素菜啊。老友，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什么是高端的美食？高端的美食啊，首先就是它的材料，做东西和做人是一样，尽心尽力把每一件事做好了。听懂掌声，听懂掌声。哎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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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兄弟们，咱就说看到这一桌你馋不馋吧？我说今儿在狼爷这儿一把就把肉瘾过美了啊，绝对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。再整点咱的小辣椒，哇，哎呦，好烂乎呀！看着壮壮的，嗯，这一口谁看不迷惑？嗯。肉一缩了啊！不是，我以前吃的羊蹄儿，它好多做的不好，这个有膻味，知道吧？这个真的做的是没有膻味的。哇！我的个天！嗯嗯，看咱劲不咱劲？这个视频主要是给南方朋友看的，这是我们北方的烤肉啊！北方烤肉申请出战。嗯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哇！羊的很棒，真的啊，吃的就是那种原始的那种，就是香味。哎呦，我们饭量不行，今儿就饱了。搞个羊排啊，馋不馋？馋。主要口满嘴都是油啊。我去，但是皮儿都是酥的。塞。你看皮儿都是酥的，你知道吗？再说不说，兄弟们，看到这儿你还不敢点赞？互联网最强嘴替，所以我替你们涨了啊。太香了，太香了啊！嗯，养肉。哎，一口干半瓶儿，你炸的肉。嗯，你这一口半块啊！我的天！6.2V8自吸的啊！哎，蘸着胖哥的辣椒啊！辣乎乎。我的妈！嗯，狼也都看懵了。哎呦，破骨头不要。哎呦我的个天，这家伙真行啊。嗯，吃的风口灯一样的，赶紧快回来了。阿信可以啊，猛。别人货下的快不快？那剩一个羊蹄了。我到了，别跟我抢。咱们这个战斗力可以的啊。那口羊蝎子，羊蝎子就是羊的脊骨。它这肉颤纹纹的啊。嗯，香迷糊了。兄弟们，你就说你看一下这条视频，你饿不饿吧？这就算主食了吧？这都不是一道菜。嗯，哦，还真是，我吃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见赶客人出去的饭店。什么情况？能不能几个小伙进来？老板问预定没？没预定，没预定不接待。你是真爱吃羊肉啊，胖哥？我啥肉都吃，新疆的辣椒丝儿。我去。嗯，真是今年吃过的肉，我感觉能围地球一圈了。新疆烤肉、淄博烤肉、徐州烤肉，过两天咱吃个东北烤肉。这四大烤肉派系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哪个更胜一筹到底？吃饱喝足，舒服，真的过瘾归过瘾啊！合理饮食，千万别学我们，知道吧？猜猜老大就是这得多少钱？500的定金哈，多少？2361，2361，好嘞，一棒，大爷付了啊！哎，吃饱喝足啊，兄弟们，咱该撤了。也祝狼爷生意红红火火，买卖一路长虹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太棒了！